舞动奇迹第六场的比赛中，改变了造型的舞动先锋李宇春也带着他苦练已久的踢踏舞亮相了。从2005年到2007年，就是快两年的时间，大家看到我可能颜色都是偏亚麻色。今年要10月份要发行自己的新专辑，所以呢，想在头发上面有一些变动。从10月20号开始，李宇春将先后在成都、南京、广州、重庆、杭州等地举办专场巡回歌唱。对于这一次的巡演，春春也是非常期待。新的音乐，然后新的舞蹈，然后全新的舞台，也有李宇春很多以前没有展示过的一些东西会呈现给大家。有关李宇春的全国巡演的报道的话呢，我们娱乐无限还将进行全程的跟踪。为了配合巡演的话呢，春春也将这一次的新专辑定在了10月底发行。